透氣啊，真係放鬆咗落嚟，即刻。第一首團歌，大問客團歌反而還好喎、啊，係、因為有大家陪住，就會個心再定啲，同埋。唱團歌之前咧，唱團歌之前已經完曬自己嘅 solo item， 所以會更加放心咁去唱同跳。solo item 應該係最緊張嘅，應該係，係啊。收火。收火。合格咯，即係第一次。可以再，一定可以更，可以更進步。係。都有嘅，始終一路唱一路跳咁樣，唱歌方面再努力。嗯。但自己嗰個比分咧，俾自己幾多？七分啦。即係十分係滿分啊？係啊，七分，因為唔知原來一百分係滿分咁樣。七分係因為七分係好好彩啦。咁其實咧，我哋彩排啊，又或者之前。練習的日子其實我們有很多的不安的，都有很多的擔心的，為什麼選七呢？因為純粹七是我的 lucky number 而已，我覺得是啊，即七分很幸運有這個機會可以在這裡搞 show， 也都很幸運，即其實當中呢我們有很多遇到很多上技術上的東西需要調整啦，也都很多溝通啊，很多其實表演以外的東西我們需要花很多心機啊，但我又覺得咦今天出到來我們大家都 enjoy 喎，然後比我們想象中觀眾很投入，所以就覺得很幸運。即係話之前係好緊張啊，嗰啲受傷嗰失眠啊，即係用呢啲咁樣嘢。都緊張同埋會焦慮咯。你唔係有咩有嘔咯？乾嘔係濕喎，因為濕嘔。我想講係好奇怪，因為我聽你哋嘔完之後咧，我咪問咗佢，我話嚇邊個嘔啊？點解嘔咧？咁樣啦，跟住之後隔咗一陣之後咧，我唔知跳完舞翻入嚟啦，我自己都意識唔到喎，跟住我就嘔咗出嚟喎。OK，I'm sorry。頭先係跳完表演期間 item 之後咧，喂，畢竟即係我又唔係好緊張喎，即係我放鬆咗咧，放鬆咧佢就嘔啦，跟住嘔完之後，知唔知最弊係咩啊？我唔小心吞翻佢落去。好痛！跟住又嘔喎。點解係我都跳到嘔？我未試過跳到嘔，我想我真係放鬆咗咁多次，我未試過嘔啊！然後再食，係咯，呢個因為我真係估唔到咯。我哋即係可能之前即係表演之前又病咯。啊，係啊，好恐怖啊！同埋即係前應該大約六日左右係失咗聲。係啊。所以是都幾焦慮的那段時間，佢都係因為啊有啊，瘦就因為做運動關加病加，我keep住都有，對唔住，但係係咯，改我改 size 改 size 邊個改得最勁？我想自首啊！改 size 邊個改得最勁？你瘦咗啊？你自首？我唔係因為瘦改 size， 可能關事啦。我想講我細咗。你細咗細咗咩啊？你係改波頭嚟？剪出嚟啊！你即星球大戰啦！你阿高奇都有即刻引流言。我冇笑一個嘛，冇笑一個嘛。P 圖我去問你係咪？咩？一定有 P 的，但是 P 的樣子多一點，因為其實大家都有說做運動，其實小弟呢一個月這個半月其實都有跟 PT 去練 gym， 主要是操腹操手臂，但是我沒有想過最快細下來的是嚇到脂肪啊，又或者可能我聽得太多My Little Airport變了迷你小臂，有沒有跌了一個級啊？半個，死了，會不會太赤裸啊？你不如不要說，我現在我有愛明星來的，我有私人，幾耐之前嘅先？唔係近期嘅。即係你話，但係你跌咗級嘛？星球大戰。係啊，即係戰咗咯，就係戰咗，真係有戰。你跌咗幾多個 pair 啊？一個，即係就係嗰件衫啊，因為咧，我真係要自首，因為我咧冇乜，我少著呢啲咧，之後咧我又唔知佢巢咗，我又冇乜經驗啦，之後咁樣著啦，嗰陣時其實嗰陣時著 T 恤嘅，我同陳海咪我同緊 Isabella 喺度行，之後就好想影相喎，我話哇呢度好正喎，我話喂我最近瘦咗，不如影張相啦。之後就咦幾靚喎，又有啲感言喎，即係唔係嗰啲感言，即係有啲感想，好想分享，咁就嗰一段文字再配呢一張星球相咁樣，哇好羞恥啊！咁點樣升翻級啊？
點樣升翻級啊？食翻啲嘢，飲多啲木瓜奶咯。因為其實咧，我想講做運動咧，同埋你食得清淡啲咧，個人係會開心咗啊！即係而家反而唔係為咗瘦去食清淡啲，而係啊純粹咁樣食完好輕好 high 啊！但我反而係因為我戒咗差唔多接近兩個月嘅糖，即係唔飲甜嘢，唔食甜嘢，跟住所有嘢都食得好清，唔食杯麵。哇！我真係養咗好耐，真係搞唔掂，所以就真係好明顯地即係瘦咗，真係明顯地瘦咗。而家應該瘦咗1.幾kg， 但係肌肉係增加咗，都有成差唔多0.1%， 係啊係啊 percentage 係多咗，所以我覺得原來係有用嘅。但係雖然一開頭減糖咧，我啲 friend 係無意中就會話，覺得我最近係會好突然間，即係會唔開心，即係唔係唔開心，就會好自己一個係啊低落咗，少咗啲糖，我覺得係真係有少咗啲多巴胺。但係當練完有啲腹肌或者有啲線條嘅時候咧，又開心啦！你照鏡嘅時候就會 OK， 值得嘅，開心嘅咁樣。我就冇話好刻意地減肥死啦，但係我有 handle 嘅，我有盡量食少啲零食嘅，有 handle 咗依家43啦。哇！好勁啊！少我成倍喎。係啦，咁所以我86啊。係，咁我覺得我未去到要減肥，但要增肌咯，係再努力下。嗯。期待啦！期待啦！應該未有計劃嘅，但係我哋而家同 Pixel 一齊都會用一個限定嘅組合形式啦，即係無論係節目上啊，可能間唔中，我一齊拍下綜藝，氹大家開心，然後咧有機會又可以一齊去唔同嘅舞台玩，這個係我哋未來的方向的，只要會組團，即係話一起派台出歌咧，咁就有待公司計劃啦。會唔會爭取做佢哋嘅兩場嘉賓單曲？哦，佢哋有問㗎，但係佢哋好似未答啊。係啊，單剔緊，未收到。OK， 好 ，Thank you， 辛苦曬，辛。